春眠不洗澡，处处蚊子咬，夜来大狗熊，看你哪里逃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骚君，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本班第八次团活动的全程纪实。四月六日，正值清明小长假第二天，阳光明媚，春风和煦，是个春游的好日子。活动地点定在了风景秀丽的成山植物园，本班五名团员应邀参加。等等，只有五个人？这次活动连门票都包了，竟然只有五个人？你们这群家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，人家难得想当次土豪的说。哎，算了，你们爱来不来我也管不着。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当天的情况。正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断你妹啊，公园里的人是多的嘞，像发了疯似的，一个劲往园里挤啊，弄到最后连我们可爱的小李子同学都给挤没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组织的活动第一次有人走丢哦。然后这个小次老妈手机一直停机的，联系都联系不到，等于完全失联了，真是急都急死了。到了晚上七点多钟，班主任才打电话给我们，告诉我们他已经到家了。除去这个小插曲不说，我们玩的还是很开心的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美好的一天吧。残破的，哎呦，你看这多漂亮！哦，那个挂的好神奇，看着有可能死掉了。走吧，不要拘留在这一块地方。走路很好。哦，怎么走路走？嘿，酱油可爱，你在拍什么呢？哎，我在拍这个呢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没名字啊？没名字啊？有的，子琪，叫子健。女神郁金香好吗？樱花，看，中间一朵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中间一朵颜色是它的呀。万花丛中，一点红。哦，万红中中一点白。哎呦喂，天哪！要破败了。那些我不给你抄。一人一朵，一人一朵，这朵抄呗。郁金香，郁金香。蓝蓝的天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第一个景区了。哦，不，当然还是 CS 塔还是。啊，那个我短时间会困顿，那个我现在至少短时间。水深植物园，我说了至少撑个，没有，应该是应该就没问题。对啊，水帘什么的不都是。但是撑一个钟头的话，那还是很有挑战。下面有鱼好像。看下面好多鱼啊。这个鱼的颜色好，肯定很好吃。对，能吃的，好灵活呀！这只肯定是天。没有道理。不过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人会烧鱼。烤呀，拿火烤。怎么一哭？叫杀呀！我突然在想，这里有烧烤区吗？往哪里走呀？来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妹子只是想要去钓鱼。这是什么鱼草？什么字？梭鱼草。千万不要下去，我马上就要那走。继续啊！没了，你要跳湖啊，李不君？啊，就这样没了，好无聊的嘞。温室，走呀，温室，都看到了。风景。我要再到小卖部之前把这瓶水喝完。妈妈。来，我打个款。人家摸上去，那摸烫的，烫焦了有没有？有一股冰红茶的味道。这个花园还有股冰红茶的味道。哪有？哎呦我。这是啥？可以吃吗？啊，花骨朵好像。你想吃吗？尝一尝。这个不是果子，应该是花骨朵，还没开吧？
啊、哦，作为一个盲人，你怎么能这样的？在盲道走在盲道上不要紧。马挂木鸡什么爪什么？这个就是成鸡爪什么？对的，你看鸡爪什么？摸不出。嗯。我们找地方站台一下。不带这么不厚道的。看不见，快点走。哎呦，我咋这么走这么快？直接走吧，你看。不玩了。这边不玩了。玩的话，这边玩的要死人了。我操！地上一块翘起来没看到吗？好多人啊，怎么办？啊，美食广场又去看看。如果你秋天的话，聚集了一大堆的。不好的。怎么办？好想吃。哇，很贵的，不解释。好，我要进去。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。赶路，赶路，赶路，赶路。去吧，再见。赶路，赶路，赶路。你手机停机，等会儿联系都联系不到，挂架子了。哪个？在门口的。入口到了。是了。大闸蟹火烧热了。他不管。就是三个。长寿花。为什么你会认识？因为那边有牌子。哦、好吧。咱们买那吧。哦天哪，中间好高的树，我们人都在啊，人都在啊，哇，顶上有蓝，多漂亮，好神奇啊。干嘛？要害我，我害羞的。高鞋子，对。对。呀。好蠢啊！直接忙碌又翻箱倒柜。来，垃圾袋来。来，风啊，助我一臂之力！你要干嘛？垃圾袋啊，垃圾袋啊，垃圾袋、啊，垃圾袋、啊！你懂了，我踩脚底下了。那倒好奇怪，哦。五分钟只是屌。精彩瞬间啊，姐！什么飞过去啊？哦。哦，什么飞过车？小心！哎呀，滚下去了！哈哈哈！来吃，直接吃肉串。哦，爽！是认，没办法。药箱。进去。
资金量好大。前面什么情况？吴敬良哈，走吧。怎么这么多？能往上走吗？禁止呼吸。哦，好香。算了，是人家香水味儿。真傻。哪里无聊？这么多好看的，你拍对吧？他们人呢？你看那边，那边。哇，珍珠啊！一点去了，大哥，吃那一点。为什么我想到的是胖肉？不是。两道灰色的，两道痕迹不同颜色，一道白色，一道灰色。走吧，难道你看不见那边啊？哦，一个是花开云开的。哎，真的，真的。一道白色，一道灰色。走吧，明显。前方大批郁金香。啊，春天呐，果然是看郁金香的时节啊，大片大片。壮观哦，好多人啊，草，往上面走，往上面走，往上面。我们踩小草。哎，直接没拍到，真是。突然就闪到了你的身后。哎呦，这好多坑啊！味道好浓啊！这叫香味儿。哇，好多人呐！闪爆！好人太多了。我要到下面去，我要到湖里。好爽啊！那也许真的是我记错了。我们终于爬到了顶了。要我看？还没有吧？你看在哪儿？这边高还是蛇山高？当然是蛇山高了。